师傅一开始会用尘螨拍打机，用意是清理脏污跟尘螨。肖师傅会重复来回确保，非常仔细。对于一些比较难缠的脏污跟卡在沙发内的头发，肖师傅会用特别的吸头做处理。肖师傅真的非常仔细，连抱枕的小小细节都没有放过，来来回回两到三次，就是要做到完整清洁的效果，超级推荐肖师傅。对于特别明显的脏污，肖师傅会用清洁力更强的药剂，更仔细的加强处理。肖师傅处理完之后，沙发整个像新的一样。肖师傅真的超细心，对于操作完后的整理也是很仔细。家里床垫、沙发需要清洗的，赶快预约起来，可以指名台中肖师傅哦。